祥玉在上面，是这么套的。想要成为这届冠军吗？那。他走不了了，他必须留下来。小飞棍来喽！放点其他歌，一个人先啊，来，安排。队长，你带着队员休息。哎呀，我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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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要不然的话飞了。I think this is 起来也有。OK。对对对对。你得起的那个。而且你不能起全部。对，你要起半。你只能起半。我怎么这么难呢？我太难了。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要把往下推一点点，因为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对对对。OK。没问题 ，No problem。就是在边上的人，就千万不要起到这儿，尽量都在这儿。然后这只脚，这只脚尽量作为支撑，然后直接起，就千万别，千万别就开始立起来了。OK OK， 你这只脚你可以到这儿的时候也开始成这样，成这样直接起。OK, 好看啊。这不是手啊，这儿没事。别动了，你了。一中到三中，对，对，站出来表演点意思，就穿了这种有点。反垮的反好看。哦，对点烟。到时候这个律动改一改，这律动四个不一样，发现没有？再左右多移一点，这再踏了一下那发力点，这再干净一点。没那么干。嗯。它这个光。对。它没有那么多的面光，所以它的正常的光是在正中间，你站得靠前了一点。就我想的是，那个光束可能不要这么多，还是希望就集中在你这里，集中在中间一点。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可能更多偏向于末日，偏向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后面这是光可以再红一点，红一点，红一点，对，更差。然后希望是背后的光。逆光，我知道后面花，下红光，对对，现在都没有。OK， 好，我会弄了，你放心，你放心，辛苦辛苦。OK。好吧，现在就由 Resco 给大家上一节舞蹈课。
走不了了，他必须留在这街打工。好好好，他走不了了，他必须留下来。好，这一段非常好，说的非常好，我们让丁晨鑫老师来翻译一下。Hello everyone, yeah, this is Madoka, yea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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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Listen, listen, liste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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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Madoka。好 ，Madoka， 好，好，啊耶 ，nice， 耶 段非常好，说的非常好，我们让丁晨鑫老师来翻译一下。你的队员，你来翻译啊，我们听不懂。他说了。其实他说的都播不出来，你知道吗？And I think when we do a show, the most important is when you go home. Do you think about us? Do you remember us? This is 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memory. 。I like how Ding's team. There was a solid story. I feel like.Because, you know, every time you perform, you have, like, the cute voice, and it's a little bit more happy. This time, you know, it was very dark, more kind of freakish. And then for Vanessa Wu's team, I was surprised that Denzel could pop so well. Yeah, you do everything. Yeah, you do everything. So, I mean, yeah, both performances were great. Very, very high level. Good job.梁老师，您看完两个作品感觉如何？大开眼界，然后满脑子闪现的就是小美和小帅。这个音乐一起来，这种电影解读的感觉啊。对。然后这个女老师，我观察她在下面就是特别贤惠的感觉。贤惠、啊。可是，一上台就完全就炸裂了，就完全把那个。贤惠的概念就颠覆了，对，特别好。佳琪18岁被说贤惠也是啊。对不起啊，就是没事没事，老师没事。我这个词语有点匮乏哈、啊。然后那边那个三个老师，屏幕上都是那个雷雨的时候，就完全不用去想故事线索了，特别的有代入感。真的是大开眼界，然后觉得是一个要按武林算是高手巅峰对决。